三合一型的，我个人是比较偏爱
穿那种型的拉力带，但有些人会觉得三合一的好用。然后腰带一样，这条听证的建立腰带，不错，用很久，用到现在。裤子也是听证的，然后护膝听证的，整身黑，今天暗黑风破皮啊。好，休息一下，待会继续。好的，那现在第四组，我们用大概原本 EIM 的15%，现在目前重量来到200公斤，那做1到2下。觉得很重，那先200，然后下一组我们大概评估一下这一组拉的状况，决定要加多少。我觉得差不多，我现在可以做215，然后215觉得状况不错，就直接上230，然后这一组一样，大概休息2分钟左右。好，现在加几次了？第5加215。
该面对还是要面对。在下面肯定。但我如果拉输你，不行，我不能拉输。哎，我巨星也是场地员。对啊，场地员那是你。身为一个内部新星，别输别是猴子。孟轩心机很重，严重。先打个预防针。我现在帮孟轩号召了那个一元团，一元团加油团，哎，来，我们等一下喊什么都知道了吗？二百五，二百五，二百五，好，准备啊！哎，那个脚要收紧了一点，你要不要压到脖子？二百五，二百五，二百五，二百五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